为营造更和谐的工作氛围，台东县税务局2月16号上午举办春节团拜颁奖活动，邀请志工及退休人员一同参与，并颁奖表扬绩优人员。局长李淑琴肯定同仁过去一年的表现，也期盼大家继续在税务岗位上打拼。很感谢哦，这个特别是专业的地震室的这些我们的志工，还有我们其他一群非常热情的志工，这个全年无休的来到我们办公室，为我们这些洽工的朋友们提供最贴心的服务。我在这边要表达非常诚挚的感谢之意，也希望新的一年持续给我们做一个很专业的协助。我想这些朋友看到大家这么热情的付出，这么无私的这个贡献你们的智慧跟心力跟时间，他们都感受到满满的这个满满的你们的一个诚意哈。税务大家庭在欢乐的气氛中团聚，并期勉彼此在新的一年中继续努力。吴胜典采访摄影。